妞妞小贼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，小贼？哎呀，刚刚偷东西的小东西怎么不见了呀？跑到哪里了呀？我刚听到声音了。耶耶，这不是刚刚偷我东西的小贼吗？嗯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啊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所以准备把自己打包送给我吗？而且你是怎么把箱子合上的？啊，在咕噜咕噜，你们听。纸箱子、塑料袋，小猫咪的最爱。哎，单压了吗？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，哦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小宝宝，你咋了？扎你屁股，我跟你说，最喜欢扎小猫咪的屁股了，扎起来砰砰响。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耶耶耶！我就喜欢打你屁股，怎么了？嗯？哎，聚焦！你就在这里睡吧，你晚上不要去床上睡了，你就在这里睡吧。啊，听到没有？晚上不许去挤我了，听到没有？